Hello， 达人秀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傅孟博，我是颜玉林，我们是十一月的封面人物。讲到无神之地不下雨，会想到的名词，可以偷看吗？哎，我好了。哦，好。那两位猜拳，看谁先念。剪刀石头布。好，你先。这个一定有吧？欧拉。有啊，但我写中文。好，可以可以。树。没有了吧？智慧。没有。哎，我可以改吗？我改天地。我有啊。哦，你有。我天空。你的天地是人名吗？对啊。哦，好吧。风。我赢了。我一条线了，这一题孟博得一分。哦，天空九秒，好。下一题，想到曾之乔会想到的形容词。怎么感觉有陷阱啊？形容词九个有点难呢、欸。想不出来是不是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我选大眼睛，没有，没有。好，白白的，没有。成熟，我没有。绿绿的。绿绿的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它的绿色，他喜欢绿色植物。我就又赢了啊！我就连讲三个，就是。好话有话到。开朗。没有。看一下。高高的我有，独立。好毒。一样不喝酒。对对，一样不喝酒的。接下来你是必追的台剧，可以介绍。就还没播，什么都写出来就好了。哦。那个叫什么啊？流星花园。哦，好，乖，想见你。哦，对对对那个街舞的那个叫什么、啊？巧克力重击。不是，乔乔演的那个。哦，知道，我想起来了。要打去猎物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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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个一定要追的，决战什么的。好，来吧，剪刀石头布。无神之地不下雨。这个是一定会有的、啊。想见你。啊、哦，想见你，熟女。我又赢了呀。你又赢了。哎、欸。哦，你没了、啊，我没了，你就只写一个字而已。妈的，哎，这你演的、欸，为什么是注音？因为那个笔画太多了。好，可以哦。好，画很多棉花，然后有的大有的小，就是云嘛。很大的房子，好，然后有车子，然后有人，然后画一条线，马路，是，有人在线上面，两个人在线的旁边，三二，什么啊？时间到，我也猜完这一题，马路，社区，停车场，好，答错，那这一题是什么？医院。两个人在线的旁边，但是这个线可以不用那么长，它就短短的啊。有一个人在上面，就是担架，然后是救护车，房子是那个。这太容易让对方输了。好，多手交换。海苔。嗯，海苔。蜡笔小新。一本书。海苔上面有书，书有海苔。嗯，海苔书。就这样。海苔跟书，就海苔跟书而已。嗯。再提一个字。好，再给你个提示好了，一个圆圈，嗯哼，这个完全送分题了。黑白黄，红橙黄绿蓝靛紫，有猜到一个字吗？没有。天空。哎、欸，时间到，你是在陷害他。我没有陷害啊，可是你快猜到了。海苔书跟一个圆圈。对啊，就是这样啊。跟海苔有关。对，绝对有关。山。哎、欸，你讲太多了。你根本在陷害人家。书。原本三，书本啊，哦，书，好，再下一题，哦，舌头，他一直舔，舔舌头舔，没了，嘴唇干，舌头一直舔，包装纸，口香糖，你要画啊，包装纸啊，三个字，口香糖，舌头，形状不行啊，舌头会舔包装纸，差不多，糖果，这已经送分了、啊。糖果，好，把它全部联想在一起。蛇包糖。
棒棒糖啊，棒棒糖。对，不如跟我说，我画一个圆圈，然后下面有一根。这个马上知道是什么啦。那我们进惩罚。耶、yeah.。饶舌，台语饶舌的方式宣传。No， 上面问题，我这里啦。Yo， drop the beat。打给喝，打给喝，打给喝。一个欧拉，我是智慧之神，打个一顶爱来夸，无神之地不下雨。哎、欸，我你在节奏上面，无姓名的所在，无姓名的所在袂落雨，大家一定爱做伙来夸。十月十七号，倒一台，我袂记一啦。呀呀呀呀，谢谢。无神之地不下雨，在每周日晚上九点华视频道，每周日晚上十点爱奇艺全网独播，每周六晚上八点八大戏剧台41频道，快来狂、哦！